课文三，安娜帮助马克练习舞蹈动作。我早上跟你打招呼，你没看见，想不到又在这儿碰见你了。真是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今天早上我忘戴眼镜了，看不清楚。刚才我在旁边看到你跳中国舞了，没看出来你跳得这么好。难道你以前在你们国家就学过中国舞蹈吗？我小时候，妈妈教我跳过2年的舞，所以稍微有点基础。再说，舞蹈不仅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种语言。这种语言与国籍无关，无论哪个国家的人都能看懂。太好了，我刚学习跳这种舞没多久，你帮我看看。我的这个动作对不对？你这个动作做得还是不太标准。我给你跳一遍，你仔细看着，应该像我这样，先抬胳膊，然后抬腿，最后头再向右转一下。生词：打招呼、戴眼镜、舞蹈。国籍，抬，胳膊，转。